就是我的声音遇到了一些问题，然后有三年的时间失去了我的声音，它其实是不可逆的，没有办法完全治愈。我才不会难过，你别太小看我，有什么熬不过。其实我心里也是有一个很想见到的人，如果当时我在现场的话，他有可能身就是世界都亮了。每个人都有一段悲伤在心上，却不在身边。